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谴责西方驻港总领事馆摆放电子蜡烛悼念六四事件。六四32周年夜晚，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办公室窗边摆放大约400支嘅电子蜡烛，欧盟驻港办事处窗边亦都有烛光悼念六四事件。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谴责同坚决反对，批评系拙劣嘅政治戏码，同极少数反中乱港分子呼应，敦促有关驻港机构停止政治表演，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同中国内政。